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有没有遇见过忘词的情况？有。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我就哒哒哒哒糊弄。对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小妙招，就是可以化解忘词的时候尴尬。啊，这个好啊，这挺好的。来，这挺好的。来。即兴作词，你非常厉害的。抱紧你的我，比过往富有。这首歌忘词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能唱下去，因为歌好听。啊！会了。你就说起这些东西，我们自己人里面也有厉害的。韩哥，他呢也是模仿高手，决定派出我们剑客团的沈梦辰小姐。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的，准备模仿一段花花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哇。平时的他跟上台唱歌的他是完全两个人，他平时的他就是属于那种呆萌系的，就是那种我好饿，我要吃鸡腿，然后一唱歌整个人就是看风沙上日入暮昏黄，天空之上的月亮和花果山上也没两样，你在功成名扬换来天罗地网，你身在不无南方不声不响，走过多少霞光，结局和真相一步两步，将我们的前方梦里桃花香都去将去，抵抗不了一出双簧，黑白真相的天亮是否能前面写上天上的擅长，三天两刃出鞘，龙凤塔行到御剑飞飞，紧箍要在无岁月可回头，千百年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棒，谁在为何孤独收场，梦里风在